挑战新闻军事精华版缅怀金门八二三战役五十八周年，传承牺牲奉献精神。观看次数9998次。发布日期2016年8月23日。The 58th anniversary of 823 artillery bombardment, Second Taiwan Strait Crisis. 军文社记者吴博义特稿，适逢金门823战役58周年，回顾风雨飘摇的台海保卫战，这场战役具有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尤其当年国军官兵凭借与阵地共存亡的信念与决心，无惧敌人炮火，保卫前线安全，终能奠定今日台澎金马安定的基础。民国47年8月23日下午6:30，共军以各型火炮340余门，猝然向金门群岛发起全面猛烈的炮击。国军炮兵部队于敌炮火发射6分钟后，立即向对岸炮阵地断然展开还击。期间，在2个小时内，即连续发射57500余发炮弹，守军弟兄不时穿梭于敌火下进出阵地，操作火炮，标定重要阵地与设施，全力反击。在44天的昼夜激烈炮战中，中共对面积只有148平方公里的金门群岛，发射47万多发炮弹，平均每平方公尺土地落弹4发，战况惨烈的程度不难想象。如此密集的炮击，史无前例。共军无情的疯狂滥炸，多处国军设施遭炮火损毁，同时造成张杰、赵家湘及新闻等3位金防部副司令官殉职，但国军官兵仍无惧炮火威胁，坚守岗位，奋勇反击。在战役中，民舍污毁，道路如柔肠寸断，但驻守国军部队与岛上的百姓充分发挥同岛一命、军民一体的决心。不论是随政府转进驻守金门的老兵，还是台湾的冲援兵，所有人共同拼命力守，终于赢得这场战役的胜利。尤其炮战期间，中外记者纷纷申请前往金门战地，冒险采访新闻。民国47年9月26日，记者团搭乘的2栖登陆车 LVT， 在中共猛烈的炮火中驶往金门廖罗湾，却在外海翻覆沉没，造成6名记者罹难，其中包括军文社借调到新生报主跑军事新闻的徐团九不幸殉职。徐团九是政工干校新闻组，今日政战学院新闻系前身，第一期毕业。为纪念徐团九对新闻工作的敬业与英勇献身精神，后来国防部、政战学校、华视、新生报、汉声电台及青年战士报等单位特别发起联合募款捐助，成立徐团九先生新闻奖学金基金会，奖助各大专院校优秀的新闻科系学生。军文社2016年8月23日 http://jpw.gov.tw/mobile/post.ph.。金门240榴炮实弹射击船舰823轰掉厦门车站。
国防部军事发言人罗绍和十二日说，陆军举行年度例行火炮射击，项目包括驻守金门的240榴炮。240榴炮是国军现行部署口径最大火炮，曾在823炮战发生下阻作用。有关它的种种神秘传说至今依然令人津津乐道。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10月17日连性操演，将进行240榴炮的实弹操演。上次240榴炮实弹射击操演是在民国97年6月。军事发言人罗绍和少将说明，射击讯息已公告，这是年度例行火炮射击，陆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以240榴炮做保养射击。至于外界只因两岸关系和缓，240榴炮数年未实施实弹射击是过度联想。240榴炮在金门有镇岛之宝称号，最远射程23公里，可深入对岸内陆，口径达240公里，为国军口径最大的火炮。本岛口径最大的火炮为203公里，一般火炮多在155公里。240榴炮炮身重达7593公斤，每颗炮弹重达 163.4 公斤，因炮身重量太重，过去是属于固定炮位射击，经防区官兵设计调整，如今已改为可以改变方向射击，炮位由原本朝北，到经由滑轨转换为向南射击，标准程序仅需12分钟。国军分别在金门及马祖部署240榴炮，由于攻击能力强大，在传闻渲染下，240榴炮被传为823炮战时的主力，还有人吹嘘，指240炮曾在823炮战时打到厦门，把厦门车站瞬间轰成平地，共军还以为国军使用原子弹。军方多次对传言提出澄清，说明240榴炮射程的确可以深入内陆，炮弹威力可将一个美式足球场地大小夷为平地，但823炮战发生在民国47年，美国是在民国48年以轰雷计划将石门240榴炮从琉球基地运抵金门，将其中两门部署在金门西边炮阵地，虽未直接参战823炮战，但在部署后有效下阻共军再次进犯意图。240榴炮以前需16人执行，现已减为12人执行，负责操作的炮班必须在12分钟内完成任务，但国军训练经时，现在约可缩短在10分钟内完成作战准备。东森新闻2012年10月12日 http://www.atoday.net/news/202012/.823 炮战 VP。 823炮战，中国大陆称金门炮战，香港称金门823炮战，又称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是指1958年8月23日至10月5日之间，发生于金门、马祖及其他中国东岸的一场战役。国共双方以隔海炮击为主要战术行动，因此被称为炮战。炮战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先发起，
中华民国国军随后开始反击。炮战初期，解放军攻击岛上军事目标，后期重封锁海运线，以围困金门。在炮战初期，国军猝不及防，随着战事继续，逐渐恢复战力，并得到美国海军护航，维持金门补给线，甚至利用八寸榴炮反击及瘫痪厦门车站等的补运单位。炮战期间，双方海军舰艇和空军也多次战斗。十月初，解放军宣布放弃封锁，改为单打双艇，逢单日炮击，双日不炮击，单打双不打，逐渐减少攻势。至此，中华民国成功守卫金门，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持单打双不打，直到1979年1月1日和美国建交。金门炮战是第二次国共内战的一部分，也是国共双方陆海空军至今最后一次大较量，此后双方军事冲突局限于海上，并逐渐停止至今。金门823炮战爆发。1958年8月23日下午5:30，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石义诚下达命令，炮兵开始炮击金门，投落下40000余发，集中重型大炮600多门，以密集猛烈炮火对金门大肆轰击。823炮战开始于下午6:30，在2个小时内投落下57万余发炮弹，都是152、172口径以上之加农和榴弹。2小时内落弹达40000余发，是日落弹数更达5.7万余发，造成国军官兵伤亡200余人，房屋毁损65栋。重点集中指挥所、观测所、交通中心、要点工事及炮兵阵地。由于当时正值晚餐时间，突发炮火造成国军死伤440余人。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赵家乡、张杰当场身亡，另一副司令官及新闻被弹片重创，3天后腹膜炎中告不治。2名美军顾问亦在炮击中丧生。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官胡琏、参谋长刘明奎与在金门视察的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于大为均负伤。第二天，解放军持续对国军在金门滩头阵地、廖罗湾码头、金门上义军机场及炮兵阵地集中火力攻击，国军则针对攻击机场与码头的解放军炮兵阵地展开反击。而后解放军炮火稍有减少，直至9月7日至9月18日再恢复攻势。解放军主要目标指向水头码头，阻止中华民国海空运补工作，以达到封锁金门的目的。美国支援作战。炮战发生后，为了回应解放军猛烈攻击，8月24日美国白宫举行会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明空军上将陈述了军方对台湾海峡危机之意见，认为如果有需要，美军要介入协助台湾军队防守金门和马祖这2个岛屿，防止解放军海上封锁。特文明认为，为了有效防御这些岛屿，
将要动用核子武器。是日美国国防部将第七舰队布防于台湾海峡，此后第七舰队协助中华民国海军补给金门，并且与中华民国空军、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中华民国陆军举行一连串防空两栖作战联合演习，并派驻 F-100 战斗机及胜利女神飞弹营至台湾，同时也成立作战指挥中心。8月25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同意派遣美国海军为台湾军队后勤运输。以后，国军企图维持金门的海上补给，利用夜晚运补。而解放军则以舰艇与岸通维持封锁。美援台八寸炮。9月中旬，美军支援国军6辆203公里口径的 M55 自走炮，俗称八寸炮，由陆军第一军炮兵607营接用，在台湾实行一周的熟悉训练后，分两批次自左营军港由国军海军美字号运输舰运到澎湖。9月18日和21日，国军启动轰雷计划，由美军协助国军海军陆战队运送八寸炮前往金门。据国军战史记载，9月26日，第一批3辆 M55 首次投入战斗，摧毁围头地区炮阵地。下午4点，围头近海岸边的阵地火炮后撤， M55 以火力追击覆盖。9月29日，第二批3辆 M55 投入战斗，主要攻击大邓级联合炮阵地和工事。9月27日，国军第一军炮兵607营第三梯次抢滩成功，金门增加6门 M2000 乙式八寸榴弹炮，至此金门国军共有12门八寸长程重炮。对于国军八寸炮的战果，国共双方有不同的记载。在台湾方面，当时于大为得到战报，称国军观测和射击准确，围头解放军炮为攻势散飞，火炮破碎，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八寸炮一个多小时的射击中，彻底歼灭解放军40几处目标。中华民国国军因此士气大振。当代台湾军史作家分析，12门八寸炮到位后，国军取得火力上的优势，其影响所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在炮战上转为劣势，无法再以炮战封锁金门或削弱其防守态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考虑到在政治上已有收获，又不愿冲突升高引发美苏势力直接投入战场，乃至使战火延伸到华南地区，因此接连宣布停火一周、停火两周，单打双不打，降低冲突能量，冲突降温。10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宣布，基于人道立场，对金门停止炮击7天，让金门军民得到充分补给。10月6日，彭德怀发布《告台湾同胞书》，金门战事中，此文以及其他署名彭德怀的多份重要文告，均由毛泽东代笔。解放军以炮弹封锁金门的进入打打停停、半打半停的外交政治为主，军事手段未腐的新阶段。10月25日后，解放军停止炮击，双方炮兵在此时仍持续炮击作战。
十月二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发布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双日停火，且单日也不一定炮击。以后解放军宣称单打双停，逢单日炮击，双日不炮击。此后自1958年8月23日开始的台海危机便在打打停停的情况下逐渐冷却下来。1959年1月8日至1月15日一连五天均无战事，1月15日解放军突又做零星扰乱射击。自此以后，每逢单日则仅有小规模之射击或发射宣传弹，国军亦常利用单日对大陆进行零星射击或发射宣传弹，至于大规模之炮战则从未再发生。196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发动较小规模的617炮战、619炮战，而后采单打双不打方式陆续鸣炮，直至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交为止。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发表国防部关于停止对大金门等岛屿炮击的声明，金门炮击历时21年，正式画上句号。类别：新闻与政治。